这里不是我那个城市，不属于这里。那他呢？原本的驾校员呢？我的死活对你就这么不重要，比起你的命，我更在乎他。你明明一开始对我很好。说，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？要怎么样才能回去？我那天就是连人带车从桥上掉下去的。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喜欢程乔啊？请你看清楚你面前的人是谁。那如果是心理一时忘不掉的那个人，多年之后意外重逢，你就不会有点什么想法？我知道你对从前的江小媛有愧，你念念不忘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我。但是我也跟你说了，我不是那个江小媛。祁连，我俩到底是谁不敢正视现实？我说你呀，就是当局者迷。他们谁不知道是你撬了我男朋友啊？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做任何承诺。我想回家，他也想回家，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要么你想办法把他留下来，要么你就索性断个干净。别走，江小媛，别离开我。不要执着于过去的事情，包括人，活在当下最重要。